如果这个问题问你，你怎么答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您有很多的正能量的歌单嘛？那作为一个90后，歌单却如此的有年代感，您是如何定义您眼中的代际潮音？等一下，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有年代感？比较有岁月嘛。好，经典，因为我觉得经典是不分年代的，我觉得经典永流传啊。然后所以我觉得代际其实就是经典，潮音就是代表创新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歌的这个节目就是创新跟经典相结合，然后碰撞出新的经典流传下去。好，漂亮。好，来，还有问题吗？来这边这位。